世界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虚构的。虚构在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上面，这种矛盾性我觉得是俞鹏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他的创作跟他的居家环境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的一种关系，他是刻意要去营造这种环境作为他创作的一种养分跟一种基础。这中间的一种空间的话，就是它区隔了俞鹏住家跟外面繁华世界之间的一种的过渡的一种地带，它是一个从虚拟走向一个现实，也是一个从现实走向一个虚拟的这种空间。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空间里面，俞鹏他发想了他对于山水，他对于庭园的一种的创作。俞鹏这个人哦，就是我佩服他的也是这一点，你以假当真，假就是真。比如说他练功，我1994年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一早起来在石头上跳哦。没远已经很荒芜了，我去到那边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条蛇在石头上晒太阳，那蛇差不多手背这么粗的一条锦蛇，然后梅花开了3-2枝，然后天气很冷，然后他挖了一个像那个壕沟一样的那种，他说啊，这将来就是曲水流觞，要开满荷花。
喝完茶，他说哦，半夜快到了，这时候是练功的时候，他一个人去泡那个泉水，那个泉水大概就是真的就是5度的水。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透过真实跟他这样接触，就是有这么多我们现实来看是假的东西，可是他投入到让你觉得非常真实。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到了一个等级之后，我们会回归到那个现实。对，但是我觉得于鹏真的是令人佩服的地方，就是说他过了这个等级，他以假为真的那个真，他一路灌到底。他的腹水在痛的时候，他那个肝癌末期在痛的时候，从二楼走到一楼下来见客，走了20几分钟。就是说，他说他每下一个楼梯都痛如刀割，朋友在楼下坐着等他等半个小时，他才可以坐到他那个位置上来。对，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仍然拒绝去看西医。我觉得他就是用他全部的生命去投入他所信任的东西，所以从艺术，从他的病痛，然后从他觉得他练功，然后从他对于包含水墨啊传统这个东西的信仰，他是全生命投入毫无保留到他死啊。你说什么？你创造了一个结构，然后用点去怎样？用线创造了一个结构，再用点去破它。再用点去什么？破除它的僵硬的形式。所以我自己在搞破坏。破坏传统，也破坏自己。所以我的画是永远可以继续画下去，没有完成的时候。这点令大讲的很好。他自己去找我的空白在哪里。我这个点呢，预设不是画面画好，点也点下去了，点跟点之间还有空间可以再点。那个点是不断的让这个画面更新，破中又破，破了又破，不断的破。这个旧画是多久前的画？也没多久。你最上面是现在画的吗？下面这个是什么？下面是以前画的。两年前。没有，都是今年画的。哦。点的妙处呢，是不会点的人永远体尝不到的，没有胆子的人永远体会不到。打破层级，打破固有，打破既定模式，一直在打破。所以这个破是一个难的，破了才立，破了以后又新立。在雅典没有碰到任何从台湾来的，却碰到从中国来的驻此领事老王。
老实说，我对西方的兴趣还不如中国的。洋人洋地方再好都与我无关，对玉树的创作更毫无关系。在外国流浪，只能画到表面的东西。我感觉到只有回国，回到我生长的地方，我所热爱的地方，有我文化命脉相沿的地方，我才能创作。这一个月在外的旅游，看到了好些地方，有好有坏，只是增广见识，如此而已。总结的说，如此一游更加增对民族、对自我、对土地的信心。一个艺术工作者若不本着此，我想很难有感动人心的作品产生。因为你刚在信里面有看到他在希腊，那个希腊的话等于说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啊，但是他同时说到虽然这么好，可是他总觉得好像隔了一层，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去大陆啊，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好像隔了一层。所以他到了大陆去以后，他就觉得他所谓的归属感啊，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政治的，因为他对那边人民的一些生活啊什么，其实他有很多的批判。他说那整个那种文化的表现，从各种艺术品啊，还有古迹啊什么的，风景啊，山川啊，等等，也课本上东西变得活生生的，然后就是他泡在那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等于说接通了他的那个来源，那个文化的母体，他接通了这个，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归属感太重要了。其实我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归属感，是因为不断的追寻艺术而产生的。当我画画时，我便迫切地感到何去何从的难以抉择。慢慢的，我领悟了道与自然而然就是最真实，而艺术即是真，心诚则真现，对土地真，对亲朋好友真，对周遭的人文地理环境真，即可流露自然，就是一种美好的境界。我跟他的友情，就是他也很对茶很敏感，对茶共通的那个我们自然世界或道德世界那种快乐啊，这是很在那个时候跟他喝茶真的很快乐啊，很快乐。我认为啊，中国文化啊，很崇尚啊，就是一个是道家啊，一个儒家。那道家就是一套天人的自然的哲学，就是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一般看自然，外面是大自然，可是道家的自然是宇宙的自然，跟我们人体内在自然是有呼应的系统。是啊，那于鹏也是很重视，他很喜欢到处游玩，像古人一样的跑去玩，所以他在精神上就继承了
这个我们美学的传统，可他技法上他没有完全去从那个技法进入，他竟然进入。我所了解的80年代台湾正好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有点像在19世纪他们那个工业化来临的世纪转型期的时候，等开始要突破过去的传统，要更追求新的视觉跟新的表现方式，所以那个我认为那个是接得特别好的。可这个时候像于鹏这样的一个你在这么多这些从西化或西化的氛围或者是西化的这个学校的教育里面，或者外面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杂志啊，绝对是以西化为主，但国画始终也没有断过，是确实是这样。艺术是他们透气的一个空间啊，所以他们很，所以为什么会有他们的绘画有那么多表现主义的东西，是一个透气空间。所以那个年代他们是在这个里面来找到他自己可以呼吸的状态，这样我看这样。所以可是他们到底是一个现代人，所以现代的话，我们不可能是完全回到中国古代去。所以他的话里面其实是始终有一个对立性的矛盾存在，就是说他到底是活在一个现代的社会啊，在现代中间，于鹏必须要创造一个梦来获得救赎，因为艺术家比别人更敏感，敏感于世界，敏感于自己内心，他会太痛苦，他不能活下去，他一定要一个梦。所以家里是他的中国梦了，我可以这么讲。好，可是他需要生活，所以他永康街就是他的生活。于鹏作品里面有一种，就是说他在现实里面没办法达到的一种的状态，他可以在绘画里面获得真实的满足。这个界限不能太清楚。于鹏必须要活在一个模糊的一个世界里面，因为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他不是要去弄清所谓的真实是什么，那不是他的一个呢创作的一种重点，他反而必须在这些暧昧的这种空间里面去发展他的一种想象，还有他的一种情感的一种寄托了。对，那个现在受着兄弟，人家对，那个姐姐，伊拢安尼拢慢慢啊练的，但是，时间拉很长，所以拉很长就是如果喝，你慢慢喝个12个小时，你也会醉，当然会醉。其实，伊身体我可，你这样老闭会，很多朋友都跟他讲呢。你流鼻血，他说我在排毒了，叫兄弟姐妹那怎么办？
那自己就这样承认了，来。所以嘛，无去看医生。拢无。其实伊是真，提醒我只朋友周边的朋友身体状况哈，他叫朋友站桩到白腰哈，行李前打前肩，可是他面对他自己身体的时候，他是完全排斥治疗，因为他是以道教的思想嘛，治疗身体。像你讲，伊放血了，不都多多啦，拢以自我解说了。哎，那就咱都唔知啊，真正了解他的心情，真的。因为他排斥西，隔壁拢来这啉嘛，你们就哇啉嘛，就是这样子，不晓得。排斥西就是因爸爸被往生，刚好除夕，过年除夕嘛哈，大家都很欢乐。还有他儿子被牙医拔牙齿，他很生气，所以他完全排斥西医。所以他面对他自己身体状况的时候是以气功治疗的，完全都排斥了。哦，最后那个部分，其实我们真的不了解，不了解他的强性。对，他的心在哪里？对。但他也没有，他也不会讲吧？他不会讲，不会，一点都不会讲。那就喝啊。这板跟上次一样很暖哦，对，很好喝。以前这就比较硬了，对，这次板就是不会干的，奇怪，可能是天气，我不是很清楚，湿度很高吧，有可能。笔数没有刀跟笔笔数不一样，这叫刀笔。哎呀，速度还比画的还快。有吗？对啊，可以更快，可以刻得更快。你们休息一下。不累。不累啊。我又不是病人。发病不舒服而已，不要把它当病人，那是好转现象。你说的很好。练功的人才有这种好转现象。这个园啊吼，别人我唔知道，但、就是阮入来了，唔捌有任何过去入来。为啥物啊呢？伊讲伊个想法，伊讲伊就是保持原来的所在，原来土地原形的，就是自然产生的迄个面貌，就是咱哩讲地貌。
他这样的艺术行为跟意念，其实基本上是跟土地是结合在一起。但是伊嘛是坚持家己个人的一种生活的规则，因为每一个人拢是规则的，不管你是多少岁，拢同款。你嘛是爱生老病死啊，你嘛是爱创鬼啊，你嘛一支嘴尔。啊，你用这个基本的基础的物件来对待你的生命流程的时候，你什么态度？我感觉它是一个人跟艺术是一体的。很人味，很人的，所以他有一种很特别的、很特别的一种精神力。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怡鹏就是在外面豪爽啊，对朋友很好啊，还有他艺术也很好，可是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我感觉很特别的一种，我只能讲道家了。或他的本质我不知道，或他修炼，或他就是一种很特别的精神力。啊，他画画都跟他生命很有关系，因为我们大部分画书画人跟自己的生命不太，跟你周遭有切切关系的都不重，他很重。其实我认为他是仙的，但是就他如果我跟他归，他是属于仙类的，就很他虽然是人，或者是人的那种。人的形象，可是他那个心境是仙的啊。其实我先感觉就是一有的解释，就是一个内心更自由的，外在很自由的人，不是我们传统什么佛教、道家转佛转的，他就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人。他有他找到他很自由、很自在的一个他的节奏方式。啊，这个很自由自在，他可以跟很多人融在一起的。哦，这个是很难，跟他天性呐、啊，他天性，还有他当然跟艺术有关系，跟他修道也有关系，哎，这是很难得的。你喜欢油画还是水彩画？各有乐趣。水彩不轻巧，油画还是可以比较有搞头。我觉得你画油画就好了。哎呀，对不起。水墨是他的最爱，好不好？水墨当然是这样子，没错啊。水墨是于鹏最爱啊。感觉不一样啊。对啊。其实眉材不同而已啦，哈，对不对？是啊。技巧还是有不一样吧。其实。技巧其实是最不重要的。技巧最不重要。你看，你儿子从来没有帮你拍。说完了要拍，人就不见了。对。昨天小柱子就这样。就算后来有没有拍，我都不知道。拍什么？我在这边开始画的时候，我就说哇，好舒服啊。哦，对啊，天气这么好。对啊，他昨天一直讲说这边画画好棒。那棵枯掉了，怎么办？要把它拔掉吗？枯的很好看啊。对啊，你看它枯啊，就这样很漂亮啊，对。
天就完全就枯光了。那还有小小果实。农夫有时啊。不是，地太湿了。底下都是那个啦。底下都是水。石头啦。不是水，水气太重。排泄不良。嗯。